本视频中我们将介绍锦标赛报告过滤器，请确保我们进入 Hold Manager 的锦标赛界面，然后打开锦标赛主报告，点击报告过滤器按钮，然后点击过滤器编辑器。我们先从锦标赛手牌信息开始，这个是非常好的工具，适用来找到特定锦标赛参数的手牌。这些下拉菜单提供多个选项，让你可以过滤出需要的确切手牌类型。自己筹码是当前手牌开始时你拥有多少个大盲。有效筹码量是筹码量与对手筹码量之间的差额。哈林顿 M 和有效的 M 是指你还有多少个回合会被强制盲注所清空筹码。大盲注级别是当前发牌时的大盲注。玩家数量是根据发牌时玩家的数量。使用前注和仅被淘汰时的手牌来过滤出相应的手牌。当我们应用过滤器时，你可在底部已经应用的过滤器这部分看到对应的更新。让我们添加一个过滤器，当我们有超过50个大盲注然后被淘汰出局时的手牌。现在转到锦标赛过滤器的基本部分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过滤特定的锦标赛而不是特定手牌。继续进行之前，请尝试使用尽可能少的过滤项来找到你要查看的锦标赛。主要部分是锦标赛关键属性，扑克网站和游戏类型部分很简单，你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，因为 Hold Manager 仅会显示有效的选择。锦标赛过滤器中的其他部分就没那么简单，你可能会过滤出不存在的锦标赛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醒您在这里使用最少数量的过滤器。选择扑克网站和游戏类型后，请仔细选择其他锦标赛过滤项来过滤出你要寻找的锦标赛。如果你知道锦标赛编号，请在这里进行添加，然后按确定来过滤出该锦标赛。整个 Hold Manager 中有三个位置可以找到锦标赛编号。一、回放器中的标题栏。二、手牌历史文件的标题栏中也有编号。三、把编号 Number 这项统计数据添加到主报告窗口。这是最简单的方法，这里我会继续把 Number 统计数据添加到我的锦标赛报告中。除了单桌锦标赛和多桌锦标赛选项以外，其他所有参数都使用大于、小于、等于、介于这几个参数选项。这里让我们继续过滤出我参加过的所有六人单桌锦标赛。让我们先选择单桌锦标赛参数，然后将我的排名位置设置成3，参赛者总数设置为6。我点击确定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可以在这些六人单桌锦标赛中回顾牌局，发现错误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牌桌上见。